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游夏。今天咱们在本甲上再做一个小花的款式，这个小花真的是不愧是网红款呢，做起来特别的好看，太清新了。首先呢，我用到的是冰透裸肤，打了两遍底，这个颜色啊，既粉嫩又巨显手白啊。然后小店里边有16.8块一瓶，有5美元的讲解啊，你们喜欢的话可以点进去看看，真的是太好看了。然后咱们打好底以后，直接用这个拉线胶呢给它做出一个小法式。这个拉线胶比较方便，不用咱们去蘸笔了，蘸彩绘胶什么的，它这个比较饱和，一遍就可以啊。这个拉线胶的话是15.8块，然后有6个颜色，我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，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可以点进去看看，全国包邮的。然后这个法式咱们因为是本甲嘛，所以说不要画得太高，如果你画太高的话呢，会显得咱们甲床特别的短，不好看啊。然后呢，咱们画好以后全部上加固找平，然后咱们拿出咱们的网红小花啊。我用到的是那个12.9块的大力胶来给它这个粘的这个小花。在粘小花之前，我上了一个擦洗封层，也就是说粘完小花以后呢，我就不会再封层了啊。然后你们自己设计自己摆放，我就随意的这给它摆放了一下。摆放好以后呢，注意咱们一定要去给它填边六缝小花啊，不用满甲，不用全部去包住，但它的边边缝缝还有小钢珠一定要给它包。学会了吗？记得给我小心心哦，说么么哒。